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最高，我要永远学到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祝谢你，也要永远学到你的名。耶和华至大，应该受大的学到，伊的大到未测度的。这代要对那代学到你的所做，也要报用你大权能的事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再来敬拜，信实上帝。兄弟，你永远袂改变。信实兄弟，你永远袂改变。我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石安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信实兄弟，信实兄弟，你永远袂改变。信实兄弟。
会当真做别人的祝福。我拿来祈求，是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一起再用这首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在无数的水里，我要轻轻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你是我
伫即个主耶稣给我的主日早起，阮同心伫遮敬拜阿罗哩。哦，你的名伫透过阮的阿罗，伫阮的生命内底受着高举，受着荣耀。阮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，伊是你决定所显出的疼，疼阮即款伫黑暗中惊大的罪人。主，你甲阮救赎，互阮今仔日当进入爱主国光明的国度。当阮真侪甚物款的人，乃是你的恩典所造成的。阮阁感谢你，互阮短短人生，伊透过宝贵主圣灵，帮助阮行伫你的正路。你甲阮见阮的上帝时，坦然无惊来到你的座前，互阮会当无通拒绝，互阮会当对你交代。多谢你，互阮今日早起，阮看到普天的奉你的名主，即个时阵。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，予你的名受高举，因为只有你的名会当吸引万人来归向上帝。主，阮也特别为着阮中间有侪侪长辈，主，阮就想着阮年纪渐侪，予阮经历着阮的身躯会渐渐朽化的时阵，主，你有答应阮讲，虽然阮的身躯肉体渐渐朽化，总是阮的心一天挖苦，一天啊，更加礼拜你。会当愈来愈荣光你的名，因为你讲阮遮个暂时的苦楚，要成就永远光明的国度。多谢你的恩典，祝当阮今日伫徛伫你的面前，阮特别为着遐身躯有痛疼软弱的，阮的长辈祈祷，天父啊，阮的日子如何，阮的困难也就如何，因为你是阮看守、顾守阮的上帝，你已经把你独生子赏赐予阮，有啥物好处无要予阮呢？阮多谢你，等阮向你呼求祈祷的时阵，特别啊，愿你对耳光、拍耳光听阮的祈祷，祝福阮的祈祷达到你施恩的造成，予你享受阮每一个人的恩典，超过阮所求所想。阮把一切荣光归予上帝，愿你听阮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